诶，橙装出咗件带有政治嘅顶佢个 fee 啊，政治同魅力。废铲呢、這个叫废铲，吞天麒麟甲废嘅。俾件好啲嘅你啊，有魅力。诶、欸，又铲啦，又政治魅力。What the fuck？咁我整住装备先啦，锻造魅力。9.52 魅力嘅嘛，好做装备。诶、欸，管理员喺个边度啦？可以七星宝刀，为未嚟把靓嘅好冇？得敲。诶、欸，智力统率 OK 喎，嗱，属性点上面系唔错嘅。属性点上面唔错，冇特技啫，都 OK， 呢把可以用。好，然后到顶级武器，诶，单属性智力嘅取唔错，唔错唔错唔错，单属性智力嘅取唔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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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啲稳喎，可以做防具。魅力冇用，魅力统率呢件冇用，再嚟速度智力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，但系好过魅力个同埋咩嘅魅力政治嗰啲好过咩？呢个速度三属性都系可能次队用下，速度智力政治政治系唔得啦，又夹住政治魅力嗰啲唔得啦，但又夹住魅力呢件魅力。五点几够唔够换咗个件呢？件衫呢？魅力头先唔系有件魅力五点几嘅咩？而家我着紧魅力4.96，睇错。魅力 2.9， 智力 4.35 都唔错，智力 4.35 都算系唔系太差嘅。好，咦、欸、這个 OK 喎，速度统缩智力三围都有用嘅。咦、欸、铲装出咗件带有政治嘅顶佢个 fee 啊，政治同魅力。废铲呢个叫废铲，吞天麒麟甲废嘅。俾件好啲嘅你啊，有魅力。诶、欸，又铲啦，又政治魅力。What the fuck？ 出两件废嘅铲甲俾我，一个吞天甲，一个讽刺黄金甲，讽刺我啊！真系，佢讽刺我。政治同魅力，哇，好废哦。铜币不足，而家够铜币啦哇！再嚟一件铲装，速度智力统缩呢件有用啊！头先嗰件有技咩？有技都冇用啦，啲属性咁快。